就以伤换伤嘛，咱们不要弄什么打那么无伤换血。打剑魔的话，你要跟他换的狠一点，知道吧？就是用自己的血量去换对手的血那样，这样子你才能越他。你说话，你这刀妹有啥用啊？一位得体的女士会参与许多手段。你刀妹有啥用啊？我感觉他在报复我。看出来。没有。我没小兵啊，我没小兵。完了，我这推不过去了。推不过去，绝对推不过。快推，快推。他们的错会导致你都在死。我可能要熄灭。操，波比的英雄功能现在真强啊！他们只是一时的强，但是我们可以。我好在我们兵线应该不会亏，他们推不进来，他们推不进来。平衡才是最难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有护盾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刀妹来就不回头了。我把话说清楚好。是这个兵。我知道。我一会儿没有了，他吃的更好。你干嘛交子灭你？这么不放心我吗？你交子灭干嘛呀？敬酒不吃肉啊！人家两个人去了，打不了的，打不了。哎，你别漏，你漏你吃钩的。那没办法，我不能不打。The photo that my mother is in the night has been slain。哎，送，恶心，你看他挺，怎么办啊？要被哈斯给恶心死了！这肯定你的问题啊！你他妈你玩个这种 B 辅助 AD 怎么玩啊？不是，哎，等等，想我给你牛头你也不用，硬生生要折磨人。主要是会玩刀妹，我知道的。唉，那你为什么要选刀妹呢？因为刀妹辅助是可以干嘛的？刀妹辅助可以干嘛？没，下回我挨个辅助。可以恶心队友啊！不是真能摁杀，我不开玩笑，真能摁杀。嗯，这样全分到帮打两把，并且还有复盘，另外可以加入主播一个战局，另外还可以拥有主播的一个双排车位啊！现在就在电脑们一起玩游戏。加油，来个舰长吧，不熬一天了，先慢慢消耗吧。感觉有点打不动他了，我真感觉有点打不动的剑魔了。完了，打不了了。打不了。对吧？如果你想要提升的话，那可以给你复盘啊，给你抓到小问题，提升一下自己。如果你要想看主播打号呢，主播可以帮你安排号。那如果你想和主播一起玩呢，因为还拥有主播的双倍车位。那如果你只是想问问题呢，你还可以加入主播舰长群，加主播微信。我操，面面俱到，主播的舰长啊。优雅永不过时。下路撑住，打野在赶来。你别来。下路撑住，上单正在努力的杀穿。你得上六，你才上这边。为什么打野不抓上啊？选猪妹不帮上啊？好。哎，选猪妹不帮上，哎。那问题啊，假如是个云玩家呢，对吧？那可以加舰长群聊天嘛，看直播嘛，多香呀！你怎么六级了？我还没六呢。云玩家那更好了，你要知道云玩家主播最有带云玩家的经验。
这我不。I know I will try， 黯然的沉默，在黑暗中温柔，把星星扮演着伤感小丑。没事，这边下路玩不了了。所以 GG top 要不要上个剑支持一下鲁邦呢？谈判破裂的时候，我是有工作。这边下路玩不掉了，什么大优？这人出的有点偏漏啊，这个没事，我勾引一下看看他是出不出来跟我打，他这样一直说的话有点麻烦，不好杀他。啊？没办法，就是啊，就是啊。防。是他 Q 闪一招。还有大吗？完了，完了，我攻速不够 ，A 不出来，没有小木锤的移速。我 A 两下再二段 Q 他还会死，怎么会有他妈剑魔带不灭啊，漏死了，真恶心。哎呀，我 AQ 伤害不够，我得 AAQ， 但是没有移速追不上，很烦。他太怂了，我最讨厌打这种人了。得，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另一个玩法吧。卡米有两种对线的一个思路啊，一种对线思路是干嘛呢？对线爆杀，就对线以击杀对手，然后吃杜城起发育。那另一种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另一种是发育控线流啊。我现在要教一下你们发育控线流的。控线的话，第一步先把线推进去，推进去之后呢，咱们不要做太多无谓的操作，咱们直接干嘛呢？小小消耗一下，能消耗就消耗，消耗不了就差不多。哎，像这样吃一波杜城，然后直接往后拉，然后去做野，就有一个视野侦测一下他们野打野的一个动向，然后再回来。这个线咱们就不要碰就可以了。他打不过我，打不过。这个技能我感觉都能直接杀。看他这波怎么做。但我没有大。他很主动啊，那代表他队友来。推下线。果然他队友来。先吃下线再走吧。没事，他队友来那就浪费时间。可能抓不到我们，直接回家吧。再唱一遍最爱的那首歌。利用装备碾压来完成一个对线的第一发。主播不教摇人合体，你看看这打野有来过上路吗？哎，没办法，我们上路主播这个孤岛。我们上路也许只是一个孤岛。我这真对不对？是这样的，哎，见到就想着压力我，哎。唉，又压力我，天天我被压力好不好？那上路能不帮的，那肯定是我贴我被压力啊。他是解封了。我们当中发现只有发火，也许已经越过了这些。我又回来了。我发现你小平平，我不知道他勾在哪里啊！我服了！别对着我勾，勾我这，我交不到。哎，你看我一死，队友就来了。
我真服啊，讨厌这个装备，能不能删了这种逼回血装备啊，跟那个什么傻逼神分一样，都是畜生装备，我说实话。哎，好烦。我在路上往我这看我。那不像。这那么能回哦。哎，真是移速削弱的问题吧，我感觉。我怎么老追不上啊，还真是，我操，我怎么感觉老追不上啊，气死我了。我投个月吧，波比。还了，这波真的被大削到了，大砍到了。他不至于月你。这边上来没段位的，不知道他的。哎，狠狠的融入的。主播已经和大门融为一体了。大招是给我的，没给你。进化大招。还有我来，还在来。这有病吧？现在 Q 一下这550的移速的。别吧。之前是多少呀？这随便吃的这种。之前是多少呀？我们要 Q 一下是550。551。搜索命令已接受。哎，为什么是551啊？哦，551就是加行进速率的 ，Q 兵509。哦，551是行进速率的原因，是行进速率才有那么高的。好抓啊！我操，打野干得好啊！前面是515是吧？现在是509。我直接把他推了。三项草鞋509。有。闭了吧。哎呀！真的吗？我是 A 闪，但是好像 A 不出来。A 出来，可惜。感觉 A 到他死。炸了！哎呦，好难啊，这样。来一个来惩罚。刘白，哦，创他们，为了我们最后的希望。他打我一套，怎么这么中二啊？感觉他屁股没有人啊，这锤子。谁啊？他屁股没。我不会被误打。没人啊。这锤子只是单枪比较光鲜。对，锤子就单枪。我以为他屁股没有人呢，在这个位置。反正好几波我也以为，后面我发现他。他只是单纯玩的比较装，因为有几波他赶巧了，他交钩的时候，他交钩正好蒙到第三个大招，我操！他觉得特别厉害。反正我都补到兵了，对，人家那个一击下去了。你们加油！哎呀，差一点点哦，被动盾就差一点点好了。哎呀，被动盾 CD 没削的话，这波应该就有了。被动盾差那么一丢丢呀，兄弟们。不假鞋吧，弄一点。我们还要弄一点，削弱影响大吗？我感觉还真不小。有影响，但是好像咱往上走。就哥回家了。有影响肯定有影响，但是你说有那么大吗？好像也没有那么大，但是也好像没那么小。就他这个削弱影响大吧，也挺大的，小吧？有点吓人，其实。我死倒无所谓，也挺小。吓一跳。你说他大吧，他也挺大的；你说他小吧，也挺小的。回家的话，刚出来没有两秒，他就出现在李萨克脸上。无不飘雪黑暗。
刚被铁男暴揍了来学习。对，太有理解了。铁男这版本还真没那么好打，不过他铁男重点是拉扯的。打那个哈斯。嗯，其实你前期打不过的话，你可以多发育打铁男。老板要学习的话，要不要考虑上个剑呢？上剑的话，主播可以给你复盘一下，你这样可以更直观的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。啊！来来来！哎，给我停兵啊！我打，他直接大招。你这刀子行不行啊？刀子，刀子怎么死了？刀子，我操！控制李潇，我过来救你，你还说我是人啊？不大也不小吧？这不是说应该这样形容，不大也不小。会沉沦我的三轮流星，这样形容应该比较对的，就是这个削弱不大吧，也不小，中等的削弱，没有到那种什么一刀砍的你玩不了，但这一刀也算是伤筋动骨。还是那个问题吧，如果你熟练度够的话，这点这个程度的削弱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如果你熟练度没有很高啊，那这点削弱其实也还好，因为这个英雄还是看你的熟练度的，你熟练度到位的话这个影响没那么大，但关键在于不能继续被削的，关键是不能继续被削的，继续被削的话就 有点爆炸。三十加二的心脏波比下去了，这边就以为是一个波比来就是送，就像是你把这个英雄玩好，这个英雄在那种最弱的版本也还是勉强能玩的，所以说关键还是要提升自己的熟练度啊。等炸我维鲁斯吗？炸了他死，我直接死掉不是，我现在肉呢？长大会带来收获。好不容易有点几个白色又在冲了，对，为什么在动啊？我没送啊，锤石头 OK， 我把我的大人头给出去了，我给到锤石了，感觉还得血手啊，没血手不行，没血手太脆了，没血手真的好脆啊。Q3 啥了？是我好肉啊！完了，我冰是这辈子吃不到了。哎，一个辅助一直吃冰，你怎么能吃得到冰呢？别跑，打野！
我是辅助。哎，主要还是被那个剑魔 W 给拉回去了，不然的话早一点杀掉的话，这波是可以操作的。掉太多血了，我说的，还掉太多血了。那我可以压吗？可以压吗？感觉移速还是有点影响啊，这个移速被削。我先刷这个。移速被削了还是有点影响的。未来的世界，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跳了至少一个手脚。真的还差点。影焰可以暴击二段 Q， 但是没啥用啊，这加法强的装备。谎言的不讲理，真相才是快刀。我的野怪原来了。耐心不是一种，而是唯一的。我再来一下，又装上了，又装上了，哇塞，多少移速？524，二级鞋子524，我记得之前应该530多吧，之前应该538的移速吧，这538的移速。少了15点吧，大概应该少了15点一度。就是有火赏金啊！哎，有道理啊！我们有个测试的方法，兄弟们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测试方法，移速差多少的区别？我们直接买5%的移速不就行了吗？以前是541吗？我们再去测一下，刚刚是多少？524对吧？刚刚是524对吧？我们现在直接多5%移速不就行了吗？刚刚是524对不对？现在534，好吧，就削10点移速，10点吧。移速高了之后就会少一点，移速高了之后就会少一点，大概就15点到10点左右。530，刚刚是524，对不对？我操！我在看。我们打刀不知道，我们打刀不知道。还有人，有人，太多人了，位置我不好，我得换个方向。但是在前期的时候又多了很多，主要移速高了之后会有衰减。他们的终结无可避免。那你，对线影响还好吧？对线主要。又有人在送，还有人在送。哎呀，队友呢？救一下呀！完了！啊！救我！来！我 hold 不住，我的两个队友突然消失了。前期的时候5%移速能加到20点，好控。后期的话能加到10点，大概就10点到20点左右的移速差距吧。前期的话可能影响大一点，但感觉还好，应该就15点左右。大概就10点移速，还真影响没那么大啊，兄弟们。要开了吗？现在不开了。我们有中让用中单来做中影，这边不过来拆的话，跟我们站一块儿，不然他们内部拆你。黑暗触摸，但我比想象的更近。但他们觉得能死，只要他们觉得能死就够了。我上了，冲冲冲！好，别倒了，就要开。我操！我被控飞了。我想把那个勾引 OK， 拿下。可以出去。